大家好，我是小苏。今天我们又要去爬山了。为什么要爬山呢？因为今天是情人节，还在下着小雪。走吧。为什么情人节要爬山了？因为这是咱第一次要回的地方啊。这是太太山要回的地方啊。你想爬山就爬山吧，直接说，走吧。熊四天就爬山了，又有什么话不够说的？对于咱来说，这就有意义。走吧。不上车，走。昨天了不开车啊？怎么了？太凶了，小孩们好了了，进了预报了，也有中暑，我不兴趣。有不兴都不做这门。那走吧。嗯。好像聪明了啊。懂了。每到结婚纪念日还是情人节，总要带着我跑山了，不用好一分钱。这考完了还是考完了？考完了。一回考，真是叫我手疼个劲啊。咱俩也是这个说法。地桃花棒啊。咱正该开车开到这儿呢，就剩了咱一半的路程了。不会开不会吧？是啊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。走不动了啊！忍不住。来吧。不是我强着体格，还是算了吧。背着也不是什么问题啊。这情人节过得可真难玩啊！还好意思说了，别人都是烛光晚餐，你这是跑啥的？哈风萧萧啊！猜见没有？这可有挑战。开始吧。一鼓作气啊！咱先试一下大腿了。咱的脚才是底呀，要脚不要脚。拉蜗牛啊！抓紧啊！你今天叫了小兔子啊？龟兔赛跑。哦，你成个乌龟呗。又讲套路了，接着比赛啊！胜利在望啊！嗯，那装饰品交给你。嗯，装在这里了。我光都背了个纸牌。嗯。嘿嘿。哦。真美呀，这雪！哈森同学，你迟到了啊！我加下手房，给你买好东西。这又有人问你，北京家谁呀？嗯。不是手啊？哦，这样的。这样着吧。嗯。迟到了吧？给你泡杯奶茶。来吧，来点来吧，我不干点。中。武汉领导啊。嗯。其实少呀，咱们用心照不小啊。不少我也知道。真冷啊，快穿上好了吧。想拿拿手再穿。嗯。哟，就是啊，热乎乎了。今天天冷吧，一直陆陆续续有人往那个上。嗯。没有情人的情人节。接着唱。不唱了。找臭了。